所以来了一个变化球，厉害。但这个变化球就被朱玉璇掌握住，我连续的速球，朱玉璇还能够跟到这个变化球，也是相当不简单哦。哇，这个滚地球有举手，有机会抓两个。才刚讲跟第二局一样，安打开局了。那第二局是有双杀守备，这个半局统一狮队再度策动了双杀守备。冯建廷这一棒右边方向的安打，哇，今天冯建廷两次上来打击都是安打。哦，这球好像也咬得不错哦。左边方向这个飞球也蛮远的，最后掉下来形成了一支安打。那现在跑者要绕过三垒之后回来本垒得分。马杰森的这支长打也为乐天队打破了鸭蛋。哇，两出局之后这两支连续的安打串联在一起，也为乐天队拿到了分数啊。右边方向的滚地球，一垒手扑下去没有办法确实接捕的情况之下，让二垒跑者有机会回来得到分数。右边方向的滚地球，二垒手抛给游击手，抓到第三个出局数，结束了这个半局。乐天队在这个半局两出局之后，连续三支安打串联，也攻下了两分，把比数追到2-6。